第一个非常开心，大家来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学习。然后我呢，昨天把这个东西赶出来，想让大家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来不及摆一个美美的展示桌。那我想说，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每个作品的一个差异性，跟我们今天会做到的样子。对，我相信大家是为了这个慕名而来的。那在名牌完成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名牌做了什么。基本上它是切一个方形，那是不是只可以切方形？没有，所有形状都可以切，所以你高兴要长什么样都可以。然后我们就只是在中间写了个字，写了任何的一个字，所以写什么字都行，那任何的字体也都 OK。 OK， 这是第一个。然后接着这个名牌你们看到的是它可以吸在那上面，那当初是我建议那一届的学生，那届的学生很可爱，他们因为他们跟了我们三年，所以他的很多的技能是都已经习得的。然后我当初会跟了鼓励那一届学生做磁铁的原因是，那时候我当导师，我每年都要换一张那个纸，还要被互背，然后要粘在不知道哪个地方，我觉得那实在是很浪费纸资源跟时间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一直怂恿学生做这件事。那学生当初其实比较想做笔筒，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造型很酷炫的笔筒，他们想把笔筒做出来。那好在他做了市场调查，发现老师都不想要笔筒，所以他们就接受了，好吧，那他们来做这个。那纯粹是学生自发性的要来做它，以及切割这样一片可能要四十几分钟一片，然后他是切割了全部九年级教过的老师们，所以他们在这里其实为了等这个切这个然后调整它，他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没有了，因为没有学生做就没有了，然后老师没有办法在这里一直等。对，那所以这是这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就是我想把这个技能教给大家之后，你高兴做成什么样子其实都 OK。 那另外就是这个东西切完之后，其实它后面粘了两个小小的强力磁铁，那这个强力磁铁当初我们也是调教过很多次的，光这样子粘起来，就是我们选了一个够力的磁铁以外，我们特地选的是中间有洞的，因为这样去粘热熔胶的时候，它可以有比较多的着力点去吸附它。对，然后它要能够粘到这里不凸出来，其实也是他们拆拆拔拔了很多次的。对，所以看似很简单的东西其实是很花工的。然后他们除了你看到的这个样子跟这个样子是有落差的，原因是他们还砂磨过，用不同号数的砂纸砂磨过之后上了木蜡油。对，就是看似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很花时间，所以这件事情很可怕，不会再做，老师不会做，学生可以做。对，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这个，原因是我刚刚说了切一个要40分钟，大家切完就没时间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只会切一个迷你版。但是在切这个迷你版的时候，你所有的技能都学会了，所以接下来你想切多大都可以，你想要切一个那个教务处也可以，那就自己在这里等，对，就都 OK。 所以我今天的目标是把技能给你们，然后这张小板板切完之后，这张是要留下来的，我要留在我那边会做一面墙。这个小板板就是你们会使用雷切机的证照。对，所以以后有这个板板的人呢，就可以自由进入科技中心，约好时间自己操作，那我就不会理你了，自己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证照。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证照做完。那理论上我们今天三小时，我预计不会用到三小时做完一个证照。对，那剩下的时间呢，当然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东西啦。那什么时候切？自行约时间，好不好？你有时间，嘉聪老师有时间，科技中心有人就可以了。 OK， 所以今天的目标在这里。那这里有一篇我不小心尺寸调错的东西，对，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是同样的档案，所以我这个把它传下去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今天的目标。那我今天为什么选这个三公分而已的大小，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好吸带，没有要让你吸带，要贴在上面，那是个证照，不能吸带。我切那么小的原因是因为切那一个大概三五分钟，一个人切就要三五分钟，而且最好的情况是把大家的都排在一起，然后一起切，这样最快。但是我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接下来你就会来问我，那怎么操作机器？
对，所以我今天要帮你从操作机器，你也得自己学会。以后我就是消失在那的了，因为到时候同学会有很多的问题，我就是在带校队的时候，其实人来人往，我没办法给你完整的指导，所以今天就是希望给你完整指导，从最一开始连开机按钮你都得自己按，然后关机按钮也要自己按，就是要从这种最基本的地方开始 ，OK。好，所以这是今天的目标。那今天的目标只有那个小牌牌，但是想给你们看一下远一点的目标，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做到的目标。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就是类似这样镂空的，像春花一样，窗花不是春花，对不起，窗花。所以之前是有做过钥匙圈，类似这样。那我们科技中心也有那个圣诞树的钥匙圈吊饰，就是一个。打孔的，这个其实也可以做，你想要在上面加个那个钥匙圈就可以了，或者是把它变成一条也 OK。 那之前还有做过喷漆，把它变成金色或是红色就会比较喜气，都是可以的。对，然后那另外呢，这个就是两个叠在一起，切一个圆，然后跟一个是窗花叠在一起，他告诉我这个叫杯垫，这是孩子做的。对，那当初他做杯垫的目标其实是他看到了环氧树脂，他想把它铺进去，结果发现铺的不够美丽，高凹凸凸，然后有时候会撸过去，所以他留下来了给我做示范。对，但是他也是拿走了一些，这个就是环氧树脂，然后如果有机会进阶课程，我们才有机会上到，好吧？就是结合异质材料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个是我们当初，因为这个是有弧度的。因为环氧树脂是类液体嘛，它会有那个表面张力，所以这会有一个弧度。然后，所以我有一个是想把它封在里面的。我有一颗爱心啊，对对对对，这颗是没有让它弧度跑出来的，因为有弧度跑出来的，它会不小心留下来。对，那这些要怎么办？就要慢慢砂磨啦，是可以磨掉的，但是就麻烦。对，那这个是把它封在里面也都可以，所以这是环氧树脂的利用。那。还有的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这是三层，这个叫做那个悠悠卡套，就是这里挖一个洞，他想要任何造型都可以，然后中间留下悠悠卡的造型那个尺寸，然后这边就是比悠悠卡尺寸再小一点，然后最后这里要绑个绳子，你卡放进去之后理论上就不会掉出来了。对，这是当初给他们的一个基础版，因为就是三层要叠在一起了。对，然后再过来这个就是比较难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立体的，这是立体的，立体的之后就要有卡榫，这些卡榫要算准。对，然后还有当你要结合立体的时候，像这个就是不美丽的，它的这个角是凹的，它没有算到最角落的这个位置，因为那个是一个空间概念的时候，你要把这些都算好，所以对学生而言是有困难的。那这里有一个做了 N 次然后它失败的，等一下，这个是两颗，这个才是完美的这颗，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让它里头贴了纸，所以它是一个小夜灯的概念。对，然后它就是它这上面就可以有任何的造型。对，然后有灯。对，然后那个就是不完美的，这个就是完美的，它有把最边的角落都有放进去，对，可以看一下。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等级，当你可以把它列立体了，这是最简单的等级。那当你立体来了之后，就可以做成它刚刚可爱的小车车。这个小车车很难的，有很多的卡榫要算好，而且当初还想让他们做弧面的挡风玻璃就失败了。对，所以这是平面的。对，所以那有这个东西之后，这个其实不是一般小车车，这个是回力车，就是中间绑上橡皮筋，它可以这样咕噜就冲出去的车车。对，你儿子已经超过回力车等级了。对，然后再过来有一颗爱心，这里。哦，要绑橡皮筋，对，因为橡皮筋会。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平面也可以做成弧面，那这个弧面就是在中间挖洞洞，挖洞洞，它就会有一点弧的造型，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要挖好算好比例的这个尺不容易，以及你太用力它会断掉的。对，所以这个是要慢慢测试啊，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那像这种也是一个类弧面的一个概念，所以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待会你中间任何时间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它一下，好不好？刚刚找来的同学就已经看过了。所以其实你在路面上看到很多的一些作品，其实都可以自己手做出来。哦，对，我还有一个，
想给大家看，就是尤其是那些那个纪念品商店卖的那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做得到。那他们就是一个商品化，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结合 ？Maybe 是你的课程，或者是你自己家里的任何情境。那这个就是两片板子，然后加一个亚克力，然后里头有一颗小珠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对，那这是之前的一位老师做的，他就是把名字中间变成迷宫的概念，然后小珠珠放在里头。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巧思。对，好来，所以这是远远的梦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要回归现实。这个板子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看它一下。来，这里因为我们待会去做切的时候，你刚刚看到的啊，是已经一个成品过后的。但其实我们有切跟雕两种情况，切就是把它切断，那雕的情况，哎呦，就是像这样把文字写上去，但是它没有断，对。所以那雕还有分轻轻的、浅浅的，有很多种。但是雕很久很久，所以这是其实切这样一个方块，30秒内一定搞定。可是光雕，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个时间都在雕，因为它就是要这样一直扫描、扫描、扫描、扫描的做。对，那所以雕的情况下会最花时间，所以这里有6个等级的雕，是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功率。对，那所以我待会会传下去，你们待会可以考虑一下你自己要用什么样的等级雕。那当然雕越深，你花的时间就会越久。对，那你可不可以有深有浅？当然可以啊，自己调都可以哦。对，然后再过来，除了切，这个就是切，是干净利落的切。这个是切，还会微微的粘在边边上。那缺点就是你拿下来之后，你得自己剁剁剁，然后还会有微微的毛边。优点就是你太小的零件不会一拿的时候就全掉了，因为它还会粘在上面，你可以确保它是完整的。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切不断，就表示你设定不够好。对，所以这个就是待会要注意的地方。那再过来呢，还有一个这个，哎，老师这个也没切断，哎，因为这个本来就没有要切断。我刚刚说了雕很久，可是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写个字，用这个轻轻切就好了，画出痕迹就够了。你不需要一定要它雕成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很快。这种轻切，这快切啦，我叫它快切，跟切割是一样快的，只有扫描很慢。OK， 好，那我们传下去，每个人都要看到哦，好不好？谢谢。好，那我们进入课程，谢谢。第一个呢，是我们那个雷谦的那个作品欣赏。那在作品欣赏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学校内的。那其实，在科技中心还有上面生科教室，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作品。那走过路过都可以再看它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别人的，好不好？这里，这里。在除了学校以内的应用以外，切割机也可以有更多的被应用在越来越多材质与商品上。今天透过六大生活领域来认识镭射切割的产品是怎么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你可以帮我。镭射切割广泛使用在餐厅、小吃店面，像是价目表、文字牌、号码牌，讲求精致质感业者也会运用在桌面店内摆饰、菜单、周边商品应用。一、服饰业最常应用镭射切割技术，像是标示牌、墙面装饰，或是衣架上。这个这个还没有，这个刚刚看过了。再往前传。好，可是我没有荧幕啊，因为你要开机。哦，我没开机。对。好。广告标示牌上，行、交通、行车中、指引路牌、路边警示牌、对对暂停停车牌都属于应用范畴里。许多文创设计相关科系将镭射切割机纳入教学课程中，借由镭射切割创造各类产品开发，让学生学习如何将设计图稿产品实现化。二、观光文创产业里常有许多镭射切割商品，例如钥匙圈、纪念品、各类客制化小物。没有没有，你要做这，你要做这，然后我放我投影。那我只是想说，哎，其实你走在路上非常多都是雷切的，只是那是商用化的。那这些商用化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应用它？那如果大家有走过路过看过那个郡民组长桌上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它的一个应用。对，那其实是可以很复杂要去处理的。对，好，那
这里，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入这个课程。那课程里头，第一个是我们要认识雷切机的一个原理。原理，它是一个强烈的光束，雷射就是光而已。那它透过镜子折射反射的光丝，然后聚焦在一起，所以其实它是在烧，它是在烧，用烧的方式把它烧穿。只是因为光很细很细，所以它的切割面看起来很细很细。OK， 所以它其实是在烧，而且那个时候会有高温，只是聚焦在一点点。那同时间，我们雷切机也会有风去做吹散，对，就是把那个温度要立刻要降下来。OK， 但是同时你的材料因为被烧，所以会有一些气体，这些气体会根据你的材料是什么而有不一样的气体出来。对，所以那样的气体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已经安装的比较得当了之后，我们其实是有做了很多的过滤之后把它往上排出，对，所以下面的味道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基本上啊，我先说一下雷射切割机里头的雷射光，它是强光，其实是对眼睛是有伤害的，所以请不要直视它，尤其在你做一个很漂亮作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盯着它，觉得它好好玩，因为其实你看不到它，可是它却一直在照着你的眼睛。对，然后这感觉就像是纯纯那时候跟我分享，你们拿了一个紫外灯嘛，放在健康中心，想说你工作还没做完，你就在那里继续做，结果后来就晒伤了。对，眼睛灼伤。哦，是眼睛灼伤哦，不是只有热热晒伤。不是晒伤眼睛，因为眼睛黏膜比较薄啊。哦。立马输眼科。那你怎么感受到眼睛灼伤的？你会很刺痛，不舒服。哦。那种感觉是你冰敷也不会消除的。那多久？我们就一个下午，想说那个学生可以躺床啊，想说赶快消毒完，还有下一个学生可以来啊，还持续上班，还有拉窗帘床帘哦。对，就把光全部聚在自己的眼睛这里。对，好来，所以千万不要直视看它，可是你们一定会很好奇它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个影片，好不好？看个影片，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红红的头啊，就是它雷射光出来的地方。那如果老师现在这里其实是有看到红光的，那个红光是额外打上去的光，告诉你聚焦点在这里，所以那个不是雷射光，雷射光是你看不到的，那红光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它在哪里。那同时间旁边这里那个都是线材，我们之前曾经雷切机有不小心自己把自己的线给切断过，对，那时候就会很危险，所以这些都是一定要把它弄好。那同时间这里还有一个吹风机，会一直把风给吹掉，把那个灰要吹掉，然后吹掉的同时它旁边还有抽风机，会把里头的那个气体一直往外抽，冲出去。对，所以它就会像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切割，它走过的地方就把它切了。然后我刚刚说过，它所谓的切其实是燃烧过去这样子。对，那这个都是切的部分，切的部分哦。但是有一点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切的顺序跟你想的顺序可能不一样。你觉得一个方块就这样画完，再画下一个，但是它可能不是这样画。对，那是它里头的演算法的一个原理，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关系。那接下来这个就叫做扫描，扫描也就是雕刻。就是，可是它是这样一直一排一排一排过去的，所以它是一排一排出来的，有看到吗？对，那你一排一排出来的时候有看到，因为这个我觉得这影片挺好，就是它有轻的有浅的，那这些其实是设定出来的。一个没有，就是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啊，很快啊，所以刚刚就是那个速度100，速度200，速度300，对，这速度很快的。对 ，OK， 所以我们那它这个做完之后，其实刚刚切的就是一个手机架，那只是这个的设计就是我们要自己来。对，所以你要不要做手机架也可以。那我之前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手机架，然后发现呢，自己做的重量太轻了，手机轻轻一放很容易倒，那个重量算不是很好。对，所以但是因为外面比较稳固的手机架，其实应该要有一定的重量啊。其实会相对的稳，对 ，OK， 但这是那个，但我会说这只是我的经验谈，也许是我算的技术不到位，对，相信大家可以更好。
好，那所以这个是雷切机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我有说过，在那个里面它是一个有很多的那个气体，并不是对身体很好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完成之后你再等它个30秒，不要立刻把它拿出来，好不好？等它有30秒，让它把更多的气体都吸掉之后，你再把它拿出来。 OK， 那这个机器一定要稳定，所以千万不要碰撞，这个我相信老师应该没什么问题，不会在旁边跑跑跳跳。那如果真的有什么特殊异状，旁边有个红色按钮，就这样啪按下去，那个作品没有切完就算了，安全最重要。对，那什么叫安全最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要再来看它一下。一台消防车、救护车鸣笛冲进校园，排球场上一名导演李安的母校，当时一名工艺系的大四学生独自一人利用非上课的时间，用 3D 雷射切割机制作毕业作品，设定电脑自动操作，人就先离开。没想到5分钟之后回到教室，却发现浓烟密布。大概5分钟，那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机那个雕刻机那个过热，然后冒烟哈。消防强调是因为黑烟阻碍视线，加上 3D 雷射机会发出黄色的光线，才会让人误以为是火焰。消防队员到场花了10几分钟的时间控制现场。虽然教学大楼聚集的人非常多，不过幸。好，我先停在这。这个是发生过，而且这种案件不是只有一两件，是真的很多。那原因就是因为它本来机器就会自己动，而且大部分的时候你即使在旁边，你都没事做。对，可是就在那个不是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那会酿成很大的灾祸。所以只要我们要来做雷切，就是无时无刻那边就是要有人。那不是要你眼睛一直盯着它这个做，因为刚才你说那光是危害的，就是人在科技中心的那个位置，只要一有一点点的烟，一点点的光，甚至它如果发出警告声，你就把它按停就好了，就可以在大事之前，我们就先那个 cover 掉这件事情。对，那就算可能什么样的操作 maybe 机器有受伤或是怎么样，但是人安全这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部分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刚刚的那个案件其实是没有烧起来的，但是有很多案件是真的烧起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加热烧它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它里头的抽风坏掉了，或是像我们之前是把自己的管子给切断了，那这些都会发生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样子。 OK， 那我们再来讲一个，就是雷切机它就是光就会有焦点，这个焦点越高的时候它的能量会越大。大家玩过那个什么凸透镜跟太阳玩，应该就会了解这个事情。所以那个焦点一定要在我切的那个面上面，就是能够最省力以及切割面最漂亮的时候。那在这里我有三个示范。如果在焦点上，那这个切出来就会是细细一条线，你看不太出来的。那如果你在下焦点，就是说在平面以下，那它就这里就会有像这样，它切割会是一个锥状下去的，上面会比较大的洞，然后下面比较细。那如果你不仔细看，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是在做卡榫的时候，很明显你卡的就会有些进得去，有些进不去，要翻不同面，然后尤其你画的东西是有正反面的话，那就会影响很大。对，那另外在如果是上焦点的情况下，它还是切得到，但是一样它就会是另外一种桶状的下去去做切割，那能量有时候会切不过。原本我说30瓦数是切得过的，但是你没有对焦到，那30瓦数就变成切不过。OK， 所以那个对焦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待会会来教怎么对焦。OK， 那雷切的材质，我们大部分在这里加工的都是木材。第一个它便宜，对啊，好取得，然后以及它好再次加工。因为我说过，切完之后其实要让它变漂亮，其实是砂磨还要再上蜡的，对。OK， 那当然纸材也可以，纸材就是厚一点的纸材，那薄一点的纸材其实剪刀剪，或是我们旁边其实有割纸机，对，是可以切。那割纸机可以切成什么样？就像这个 maker， 这个就是切出来的，一样是电脑画出来，然后用机器直接切出来就可以粘。对，所以要做一堆窗花是 OK 的，但是这不在今天课程范围。对，我想说的是薄的，我们有别的机器用割纸的，用刀割就好了。对，那硬的我们就可以用雷切机来做。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布料压克力都可以做。那压克力就像是我们外面我们那个科技中心的那个墙壁外墙上面有写那个 maker 什么 maker for fun 之类的，
那个是我们自己切的，然后自己粘上去的，对，所以那些都是可以切到的。OK， 但是有一些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是燃烧，所以熔点较低的材料不适合，然后玻璃这种会碎的也不行，然后甚至是没办法燃烧，因为动不动就烧起来了就不 OK。OK，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有切割跟扫描，那切割有分切断跟不切断，然后扫描就是这种雕刻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待会会来做。那在开始做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向量图跟点阵图。我们现在要来做雷切机的这种东西都是向量图，就是你放大放大放大都不会失真的这种图才能来做。那像你平常你是说我的照片可不可以，可以，可能那是点阵图，所以过来的时候就会有点丑，对，那 没办法那么美。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作品，然后这是我们到时候贴上去的一个样貌。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用 Inkscape。 那你们回家啦，如果想要安装 Inkscape， 就在这里有一个 Inkscape 的官网。那 Inkscape 是一个自由软体，也就是它目前都是免费的，然后会有人一直不断的更新，它是支援向量图的，可以去做绘制。那到这里是一个简易的英文，应该还好。那我们就在 download 里头 download 现在的版本，然后假设你 Windows or Mac OS 的情况下进去之后，又有选你 32bit or 64bit， 那它就会帮你做一个下载，点 exe 下载就可以了。那下载完之后再它会跳出来嘛，然后你就执行它，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结束。所以这个是安装档，那安装完毕之后会有这个。那所以现在就请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帮我点一下 window， 然后打开 Inkscape。 那你打开它之后呢，理论上是一个空白文件， OK 吗？哦对，它打开啊要一点时间，所以你不要跟学生一样点点点点点，因为会点很多个出来，它会跑很久。好，大家都出来了。好，我们现在要开始画画。基本上它很多画画都跟一般画画的软体是很雷同的，很雷同的。那我在简报上面啊，刚刚一开始的这个网址资料分享区，就是从这个108年我们有开过的研习的档案，我都有放在那里。对，如果你待会啊速度比较快的资优生小朋友呢，就可以直接到这个资料夹里头看我们今天的1月，哎呦对不起哦，是1月21号我写错了，1月18号这个雷切应用的部分，然后帮我打开来。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所有的简报，后面的步骤我都写好了。对，然后 我突然想到我刚刚好像忘了回答你那个问题，速度很快为什么切起来跟它不一样，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扫描，它是一点一点去做扫，这个只是切走四条线而已。对，那这个一点一点去扫，可能光这个一公分十米吧，它可能要走个100次之类的，所以那个是100次的线合起来变成那样，所以它可以看起来比较深。那它这里是速度以外，它的功率是一样的，所以我这两个是用一个是30的功率，一个是用15的功率，所以这个会切的比较浅一点，这个切的比较深一点，主要是给你做一个对照，看你喜欢哪一种。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3米的板材，3米而已。那个教务处前面的那个就是比较厚的，教务处前面那个都是比较厚的，所以有不同的一个，因为这个三米如果再切下去，这边这个会断掉的，不能再更高了。对，那如果你是更厚的板材的话，那就可以再切下去，因为你切完之后你看到这里有那个烧焦的痕迹，如果你喜欢那好棒棒，如果你不喜欢要杀掉，杀磨掉又会再磨掉一点厚度。对，所以这个是差异性。好，对不起，好啦，那我现在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要画方块。我们画了这个方块呢，我特地教你，我们的方块是可以有弧度的，那这个弧度也是可以调整的。对，所以我们要怎么画方块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左边这里1、2、3、4、5、6，第六颗有一颗方块，帮我点下去，然后在这中间随意的画一个方块。OK， 那你在画方块的时候，我眼睛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它那么小颗，请你左手按着 Ctrl， 右边按着滚轮，滚滚滚，它就放大了，可以吗？那放大完之后啊，右边的滚轮压着，不是滚哦，压着就可以移动，把它移到你开心的位置。再一次哦，左边 Ctrl 加滚轮滚滚就是放大，
那滚轮压着不动就是平移，所以你可以帮我把它调整到大概这样的一个大小，可以吗？好不好？然后接着上面呢，请你左上角要帮我把它变成那个30公分，不对，讲错了，30公里，就是你在画的时候，这里有个长宽，这里30这样，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尺寸，30 OK。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黑麻麻的，看不是很清楚，因为那个黑会让你其他东西看不太到，所以我现在来教你怎么调颜色。下面有很多个颜色，基本上它这里的边框是没有颜色的，所以请你帮我按 Shift， 左手按 Shift 压着不放，那右手去按一个颜色，假设我按红色好了，那它的边框就变红色了。 Shift 加颜色是边框的颜色，然后我中间的这个地方我不要着色，我是要按空白，就去点一下这个5，它就变过来了。会不会太快？会。One more time。 好，点方块没问题，画一颗随意的放那个大小应该也没问题，对不对？然后 Ctrl 加滚轮，滚轮点着不要放，移动让它到你一个舒适的位置。 OK， 舒适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左上角这里请你帮我设定30 长宽是30 OK， 长宽30之后，现在要来设定颜色。颜色呢，请你帮我按着 Shift， 其实我是喜欢用黑色啦，选黑色，它就是有一个边框的黑色。然后接着不按 Shift 哦，键盘不按的情况下，滑鼠去点这个叉叉，就是没颜色。所以我现在目标到这。好，接着我们要来设定弧度。弧度，这里刚刚是设定长宽哦，长宽。啊，现在我们要设定这个半径。那我先设定夸张一点给你看，我们这个是30公里的那个，那我的弧度我假设设15好了，它就变成圆了，有看到吗？那如果我设个5，那它就会开始有一点弧度。对，那如果我左右都设5，它的那个弧度会是对称的。对，你有看到这里，就是它这里是可以调的，它这样是不对称的。对，有看到吗？所以我现在要设的是55，这样它就会是一个对称的弧形。但是你可不可以设不是55？可以，你自己决定。但是我要它有一个弧度，就不要刺刺的，不要尖尖角角，可以吗？因为我们刚刚是在框框里头做，所以我在框框里头的画画是只有这两个可以选，一个是长宽，一个是弧度的半径。对，但如果有时候我们按到的是黑箭头，黑箭头是可以移动。那黑箭头的移动完呢，它的选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它的绝对位置，我举个例，它现在是45229，那我现在把它拉过来，它就变12423，所以那个是 XY 的位置。我可以强硬的去设定它可能是在100 XY 100，然后230的位置，它就可以去对准。有时候要对准的时候可以直接这样设定，所以这时候你会找不到它的那个 R 半径。那这时候怎么办？就会回到方框，它又会有 R 半径，所以不一样的功能。那你回到方框的时候，但是你没点它，那你在这里改的 R 半径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你必须点它的这个线，因为我们只剩线了啦。如果你有颜色的话，可以点颜色，然后这时候再去改它才会有影响。假设我把它改成0，它就会做一个调整。 OK， 好，来，那这个部分我们的框框搞定了，然后下一个步骤，这是步骤一，画方框。步骤二，我们要画那个圆孔，那个圆孔。那圆孔怎么画呢？当然就是画一个圆，然后它的现在高度是3，对。然后我要它至中，所以我教了一个对齐至中。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画哦，圆1 2 3 4 5 6 7 8，第八颗有颗粉红色圆，点它一下。好，然后在这里画一颗随意大小的圆，随意大小。而随意大小完之后，假设我这里说，哎，老师，我记得你刚刚说3，对，但这个3不是3，仔细看，它是半径，所以它画出来的会变成6。
对，那边的三跟这里的六会有一点差距，在于那个还有一个线的宽度。对，你现在这只有几米几米，你可能觉得差一米差两米没差，可是待会我这个螺丝要锁进去的，差那个零点五米都有差。所以呢，这时候的大小，圆形的大小呢，我们就不是在这里做调整。圆形的大小就请你点着圆形，然后我们回到箭头里调整。箭头里这里一样有长宽，那我这里就把它改成对不起哦，这个是五啦，五五，对不起是五，我简报写错了，因为我的螺丝的洞是五，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锁起来，那这样它的移动就会是大了，可是我只要五就好了，五就好了，可以吗？我现在要到黑色箭头才能去调五，那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我刚刚是明明是三十，可是它怎么出来是30.265，因为那个二六五就是两边的线。线的宽度，对，但是这个方块的这个差零点五米我影响不大，可是中间的圆洞差零点五米会有影响，对，好不好？所以这里麻烦帮我把圆圈圈改成五五 ，OK。那通常我没有让你用手微调的原因是，我们开始画这个就要精细了，要精细我都是直接 key 数字给他的，然后对齐这件事情啊，我现在来讲对齐。对齐这件事情啊，你的手啊怎么对一定不太齐，尤其当一堆的时候，你这边一个个对的时候，眼睛就是脱汤的开始，对，所以不要这么做，好不好？那我们要怎么来做对齐呢？那简报上这里也有写，之所以写简报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目标就是你上完这一堂课你做完之后下次一定忘记了，所以就回来自己看简报 OK。简报上理论上有写了，对啊，写的不好，有空下次再改咯，对，好，那在这里是物件对齐与分布 ，OK， 所以我们来找物件，然后对齐与分布，可以吗？找到了吗？好，把它点出来，然后这里就会有一个右边会有一个工具列，要先把它点出来。出来之后啊，因为你们只有一颗球球。我先示范一颗球球的，好不好？先示范一颗球球的。你这颗球球原本可能长歪的，但是我需要你帮我移到一个上面差不多的位置，因为我要在它上面嘛。然后加着 shift， 然后再点第二个，就是把两个一起选，可以吗？再重来一次哦，点球球 shift， 然后方块 ，OK， 两个都选到咯，两个都选到之后，这里你看这个叫做至中，纵轴至中。可以吗？那因为横轴至中可不可以？它就掉下去了。纵轴至中就过来，它就至中了。对，但是我没有要横轴至中，所以我们再回来，然后 shift 点方块，然后这里横纵轴至中，它就过来了。可以吗？那如果像我刚刚的，我有这么多颗球球的时候，那我就可以这么多颗球球一起，然后配上这个方块，全部纵轴至中。然后这么多颗球球，有时候啊，我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这个叫做平均分散，它就站好了。对，所以是看你在作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个需求。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图可以看得懂它在干嘛吧，看不懂就试试看就知道咯，好不好？但是我们今天只教至中。好，那至中完毕，这里留下一颗球球，然后至中完毕，我们要来打字了，好不好？我们要来打字了。第一个呢，我们是用内建的字体来打字。那内建的字体呢，相信没有办法满足你们的审美观，但是比较快，好不好？在不需要审美观的时候，内建字体就足够了。那需要审美观的时候呢，我待会会教如何去善用你的美。OK， 好来，那我们先用这个直接打字的部分。那字体大小帮我选18。OK， 好来，我们来试试看这里。哦，1234567891011121213141214，四个 A 有看到吗？第14个 A 就是写字。其实，在那个软体里头，只要有 A 的，大部分都是写字啊，而且配上一个小 I 符号。好，我们就打字。你高兴打什么？不行不行，一定要打名字。第一个一定要打名字，一定要打你的名字，因为我那是证照，我要知道这个人是谁，好不好？所以第一个，请你把打本名哦，本名哦。打完名字之后呢，我们把它全选起来之后，这个字体大小麻烦帮我设18。
十八，对，好，十八完之后这个位置不太可爱，所以我们有一个黑色箭头可以稍微做一个移动，请你帮我放在第一排，然后靠右边一点，对，那位置你怎么知道适不适合？没关系，这样就可以了。对，随意摆放，只要在方框里都可以弄出来，好不好？好，来，那这个文字还可以选什么呢？其实它可以选粗体、斜体这些 ，OK。那它可以选字体耶，对不对？但不好意思，都只有英文，都只有英文。所以如果你这时候打的是英文的话，假设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对，好。假设我这里有英文的情况下，那你选这个字体好像就会有所改变，有没有看到？可是中文不好意思都不会改变，对，就一种中文而已 ，OK。所以，但是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哦，这个我要给你改名字，所以也请你帮我就是接受这个丑丑字体，一般字体啦，对 ，OK。好了，有了这个字体改好18之后。改好18之后，其实这旁边还有很多调整，就先不动它，好不好？有空你们可以自己玩它。改好之后，这个字体是切不出来的，因为它只要我每一次就是用黑色方块嘛，我点到它是可以移动没问题。那再点两下，我就可以又重新编辑，我甚至可以改这个字，对不对？这种情况就是它还是一个文字形态，就没办法雷雕出来。所以当我已经确定这个文字没有错了，绝对没有错了，我不会再改它了 ，OK？ 那这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叫做路径，把物件转成路径，让它不是记着它是，因为它存档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个文字，它是路径。那什么是路径？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这里有一个第二个箭头，这个箭头不一样哦，它没有屁股，但是有点点。所以你点它一下，这个叫路径，它这里有点点，它记得这些东西是靠路径的，但是这个它点不下去，因为它不是路径，是路径就是我所谓的向量图，向量图就是只靠点跟线跟方程式记起来的一个图案，但是文字不是，所以就没办法切。那我们要把它变成是，所以就在这里路径有一个叫做物件转成路径，第一个可以吗？点下去哦，点下去咯，有看到了吗？有看到吗？我点咯，好，点完之后它什么事都没，对不对 ？OK， 它什么事都没。然后这个时候这里箭头一样用黑箭头来点它一下，哎，就点到，你有没有看到？就变成一堆点点了，可以吗？它就变成点点。那变成点点的缺点是什么？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变成点点你可以调整，你想要填长的这样歪歪扭扭是可以的，都 OK。对，可是你要技术好一点才有办法啦，好吧？那这个我们下次就再来讲。那我先长成这样填 ，OK？ 这个是，请说。有没有恢复上一步这个动作？当然有啊 ，Ctrl Z， 然后还有这上面这里黄色箭头，这样就恢复了。对，因为如果要转成路径，要把它再恢复，有没有办法？哦，如果我现在是 SVG 可以。你这里已经变成已经转成路径了，你没有？我现在回来了，就过不去了。就点不进去，可以回。回到上一步也是。对，就是我现在按回到上一步，我已经按下去了，所以我现在这个就不是路径了。然后 Ctrl Z 或者是黄箭头。哦，对。黄箭头有看到吗？所以我要再转一次路径，那这样它就变成点点点点点点，可以吗？就是东西都要变点点。好，没问题了哈。那我接着喽，有问题老师一定要赶快问我哦，好不好？接着我们要找一张图。那这张图呢，我刚刚已经说过，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太复杂的图，太复杂的图你要去设定它的深浅其实很麻烦的，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从简单的图来做。那简单的图又要可爱，所以请你找剪影两个关键字，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任何动物找剪影就会有东西出来，或者是你找爱心剪影也会有出来。那你说不是剪影的图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要去背去到手酸掉这样子，对。所以老师会建议，我会建议大家来找个剪影的图。那我就用马好不好？因为我就心血来潮想用一只马，对，马，然后打上剪影。OK， 一定要用这种白白黑黑的这种图，或者是反过来黑底黑底白图也可以。好不好？但是一定要是这类型的图 ，OK。然后我们在图片里头，
随意找一个。对，像我现在用示范一个这个彩色码，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等我一下，我复制图片，直接按右键复制图片就好了。然后就帮我在 Inkscape 上面这里 Ctrl+V 就贴上了。解析度不好怎么办？没关系，不用管它。然后我再找一支奔驰的码一样，我按右键复制图片。理论上我希望你找一支就好了，因为我只是一个示范。你说这个马屁股太大了吧，就刚刚的 Ctrl 滚滚它就再缩小回去了，这样会比较清楚。好，理论上你应该找了一张图，可以吗？我先用这个错误示范好不好。这个如果当你找的颜色，嘿，等一下我还要再一个更残忍的错误，这种错误。然后我看一下再更复杂一点，有没有更复杂的码？怎么这些都这么帅呢？这张好了，这张一堆码，好，可以。好，这里我们先从错误示范开始。那点的图路径，然后描绘点阵图，因为我刚刚说这些颜色都叫做点阵图，所以我们点这个图，然后选路径描绘点阵图，然后它这里呢就会有一个亮度的界限值，然后这里可以及时预览，所以它描绘出来会长这样。界限值是可以改变的，假设我变成 0.9 它这里就会黑黑，那假设我变成 0.1 它这里就会白白。对，所以那他刚刚自己先预设帮我选了一个 0.45， 所以你这样描绘出来的这个东西就会长成这样。有没有一点马的样子？其实有啊，看你喜不喜欢这样而已。对，这个图也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啦，我不喜欢而已。对OK， 那这个描绘点阵图我可以先把它关掉，所以这张图做出来的会长这样。好，我把它放在旁边。好，再来哦，第二张图我再示范一下。点了图然后要点啥？路径，太优秀了，没错。然后所以这里你看，我这里就要去选，因为每个颜色它其实只用一个亮度去做侦测，所以你这样每个颜色要去抓到它就会长得不美丽，有看到吗？那你可不可以用边缘侦测？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这个的边缘也没那么漂亮。对，所以这才是我说不要找这种复杂的图。那你看这张图出来就会长这样，像不像一只马？如果你说它像也行啊，可以吗？好不好？那如果换这一只，其实这个不用关就可以继续用，但是我决定这样让你们再来一次。请问我该点图然后路径？太棒了，大家都记得了，你看多美啊。它这里会自动帮你找一个它觉得适合的，那这里即时预览要记得帮我点下去，它才会预览到。OK， 然后按确定，然后这只马抓出来就长这样，有没有漂亮？好，那重点是漂亮完之后嘞，点这个黑色箭头，点它第一次的时候，这个是放大缩小，可是它的比例有可能会被变动到，就假设它这没锁到的话，它比例会被变动到的。OK， 所以 Ctrl+Z， 等一下我回来。所以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按着 Shift。哦，对不起，按着 Ctrl 它就不会不动比例的缩小，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过去 Ctrl 然后再转它，然后就可以缩小。但是如果你的滑鼠多点了它一下，那它就会变成旋转，可以吗？再点它一下它又会变成放大，但是你看它这个比例就不对了，所以要按 Ctrl 它才会比例对，可以吗？那我现在的目标呢，就是你把它放到一个你觉得适合的大小，然后呢要 Ctrl+C Ctrl+V， 我要两只上跟下各一只。 OK， 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是，假设你这里头有两只马，那你要怎么删掉另外一只马呢？所以容我待会用晶晶的示范，我们先把它转换成那个向量图。我要切那个晶晶的萤幕给大家看，因为你今天找的图 maybe 是我单纯的，那你会比较好选。但是如果你下次找的图没那么单纯，或者是像它这里一样会有一些字，对不对？那些字是不要的，那我们要怎么做？那这时候就是要点两下进去，有没有看到一堆点点？然后我们 Ctrl 加滚轮滚滚滚滚滚，然后就可以把它这样选好。点点删掉，千万不要删掉你的翅膀哦！如果不小心删掉，它就会长得歪歪扭扭，那怎么办？Ctrl+Z， 嘿嘿嘿，
对，然后就这样拉，直接拉，把那些点点拿掉，就是简单的分隔的话，这样就可以了。对啊，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长成这样，把它删掉，它下面就会不一样了，好不好？所以等一下，这里还有一点点点。有人说：“哎，老师，它白嘞，它白嘞，没有啦，是这个 Inkscape 有时候它更新不够快。”对，好，这样就可以留下一只完整猫头鹰，可以吗？所以刚刚那个边边角角的 ，OK 吗？点两下就会进入点点模式，因为它现在是那个，对，就点两下它就可以了。那个叫节点模式啦。刚刚我们已经把剪影找到了，然后我们也把它变成点阵图了，所以它已经可以做那个扫描的那个部分了，扫描雕刻的部分了。但是呢，我现在要说，我们刚刚不是有说了吗？扫描其实很花时间，所以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个，把它变成边框，让它是个快切的。它一样可以有个图案，但是是快切的概念 ，OK？ 所以在这里，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我刚刚用两只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一只这个是扫描版，那一只是边框版。那边框要怎么做呢？这里路径，路径这里边框转成路径，选第二个哦，选第二个边框转成路径，然后就点它，它就变边框了，可以吗？好不好？所以我们上面这只是镂空码，下面这只是实体码。好，来，我来教大家一下，大家把眼睛要看回荧幕哦。我滚滚滚滚滚，如果你们发现它长得这怪怪的啊，或者是我下面上面想要也加一个马鞍，可不可以？可以，点点两下，你有看到这点点，这些都可以调的，这些都是可以调的。所以你这个要修，当然都可以修啊。然后这个的调还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你有看到吗？对，然后这些不同的角度上呢，还会有不同的节点，它会是尖角点，或是圆角点，或者是平的平均分点都有。这些点点不一样，代表意思不一样。对，所以可不可以修？可以，但是不给你修。对，因为太花时间了，所以我决定有一个障碍码在那里。好，好来，那接着我们两只码搞定了哦。我们要来做线上字体了，就是说我们刚刚的字体一定不没办法满足你们各位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满找到比较漂亮的？这里有个那个，这里有一个那个叫做连结，对，那这个连结怎么来呢？打开简报就有了，打不开简报怎么办呢？你等我一下，我先跑到这里，叫做 QT86， 你直接打 QT86 应该也可以找到，对，等一下。你如果直接 Google QT86 应该可以找到东西，它这里就有一个线上字体的在产生器，但是不用 QT86 可不可以？可以，因为我几年前其实教的不是这个字体产生，对，就是其实有很多个线上字体产生器，但是大部分开发的都是在对岸，所以大部分的字体都是简体，所以要能够符合所有繁体的，我看到这个好像蛮多繁体的，其中超麻烦的繁体叫做泸州的泸，然后还有田鸡的鸡，这两个他们很难，就是很难。那要怎么用呢？我们往下滚滚啊，你看我喜欢绿洞，我就选一下，按选右，它这里就会有绿豆字体。那我们再往下滚滚，我喜欢仓鼠，我就按选用，就会有仓鼠的。对，所以这时候就是你们一个选择障碍的地方了。所以请你任选一个你喜欢的图。等等哦，等等哦，先别选，再看我一眼。按右键复制图片，回到我们刚刚这里 ，Ctrl V 贴上，可以吗？等一下哦，我描绘点阵图。对呀、啊，储存就好了。那个圆圈圈是干嘛的？哪里有圆圈圈？用螺丝锁在墙上。对。没错，真是太有慧根了，就是这样，要不然会被螺丝挡到。所以我上面才是留空的。好，我要接下来咯。然后为了怕大家那个选择障碍会一直停下来，所以我现在要切全部，你得停下来了。那待会
待会我会给你有更多的时间做尝试，因为一次只能一个人切，光操作他一个人可能要在那里5到10分钟，然后才能换下一个人，所以那个时间等待的时间呢，你就可以把自己也变漂亮，以及做一个你真正想带回家的东西也 OK， 好不好？但是那个证照一定要先切 OK。 好，来，那现在就要说理论上画到这里，刚刚把它这个田基拿下来应该没有障碍吧，就是描绘点阵图，然后再把它放好嘛，对不对？所以理论上这个摆齐就长这样就可以了。那接着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存的是 SVG 档。 SVG 档是 Inkscape 的档名，也就是说你带回去之后你有 Inkscape 你还可以再做修正的 OK， 这个叫 SVG 档。但是我们如果要做切割的时候，请你要存 DXF 档。那 DXF 档就是可以去做切割的一个档名，但是你回来就不好修正了OK， 所以两个都要存，好不好？然后再来呢，我们要开下一个软体叫做 RDWorks。今天我们刚开的软体叫 Inkscape， 是绘画的 ，RDWorks 是去对雷切机做沟通的。OK， 所以我们先来存一下档案，存一下档案，好不好？档案另存新档，第一个叫做 SVG， 然后取好名字帮我存档。OK， 按取代确定。那第二个是再存一次。然后选 DXF， 这里 DXF， 但是在选 DXF 的时候要注意哦，要注意哦，他会问你的 unit 是什么，我的是那个 millimeter， 是这个 mm， OK， 然后再来他会问你的编码是什么，我的是 UTF8， 是那个统一的编码， OK， 所以这两个要帮我按好确定之后，选好之后才帮我按确定，可以吗？我荧幕先还给你，然后中志，你刚刚的问题是？你现在你有这么多图，对不对？对。但是你是要这个它的那个重复的东西，就好像变成物件转路径，这个才可以做不会，他们都已经是路径了。我给你看，当你等我一下哦，当你点它，它会有东西；点它，它有一堆点点。这些我都做这样的动作，已经都是路径，都已经是路径了。对，但是当初这些框框是我们画的，所以它是路径，然后所以只有这一二三张图，这三张图是刚刚要转成向量的时候就已经是路径了。那这一张边线跟实体的差别，只是在它存的时候是存边还是包含里面。所以其实这个图已经是转成路径，对，都已经是。就点那个，如果有看到那个就可以。对，有点点就都对了，可以吗？好，来，那刚刚我已经存好档了，接下来我要按 RDWorks。RDWorks 这件事呢，理论上是到时候我们到科技中心要用那边的电脑来做的，但是我在这里要先做一个示范给你看。那以后你做雷切的情况下也是到那边，因为那边要接那边的网路，还有跟那个雷切机做连线。但是如果你就是有一个笔电可以随时携带的，你也可以装一个 RDWorks 在里面，然后做一个连线。但是你仍然要带着你的笔电到现场，因为要用同一个区域的 WiFi 才能做传送 ，OK 吗？好不好？所以现在我来做一个示范。那待会呢，我会过去再教第一个人，然后他要自己做一遍。然后他在那里切完之后，他要在那边等哦。我们刚刚说过要全程等待，等完拿出来之后，他必须教第二个人，他才能够离开。对，所以这样子我一个教一个，一个教一个，我就可以在这里救人了的概念，可以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在那里，而且每个人要从头到尾做，包含开哪个应用软体，然后去哪个地方按按钮，那些开关我都会再说一次。对，那另外我们那边科技中心有一些电脑，就是否研习的老师用。那目前我是拿3号、4号机器出来，那也许还有其他机，我不是很肯定，还没做一个检查，是不是每一台电脑都有 RDWorks 跟 Inkscape， 这个不是很肯定。对，那如果下次要来使用的话，就可以先记得3号跟4号的笔电。对，那就是在里面用，用完之后要再把它放回去。那这件事情我们就下次再教，但是以后来的时候是可以这么做的 ，OK？ 那你可以在家里的电脑自己画好，然后存好在 USB 或是在云端上带过来，或者是直接扛着笔电过去也 OK。好，那我现在来做一个示范，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我们打开 RDWorks， 要把刚刚的档案是做汇入的、导入的一个概念，并不是开启，因为 RDWorks 的档案跟一般档案不一样，所以我们是把它导入进来的。导入进来之后，我们要来去设定切割跟扫描，还有确认它的尺寸以及那个时间的一个估算，然后最后才去按确认。OK，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哦，是导入。那这个东西叫做 RDWorks。那如果你想要下载的话，直接 Google RDWorks。RDWorks，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雷切机厂商，它有给你载点，那我们就是这个 V8 把它载下来，载下来之后刚刚解压缩出来执行它点点点，刚刚我就三分钟内就把它安装完毕，安装完毕之后会长成这样 RDWorks， 那点开来它就会打开成这个样子。 OK， 那我没有教的原因是如果你没有笔电你就不用做这件事。 OK， 好，那刚刚这是英文版本的档案，然后汇入就是 import 的概念，然后我们就要去把刚刚在桌面上我存的那个档案去做这里打开。好，那打开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都是线而已，对，它都是啊，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刚忘了做 sorry， 就是刚刚中志提到，你看我这个方块是什么，对，它是尖尖的，原因是我刚刚那个没有把它转成，对，我刚刚少做的这件事情，这个东西也要把它物件转成路径，这样它的点点就会是长这样了，不一样。所以只要有做这件事情，我再存一次 DXF 档，当然 SVG 也要再存一次啦，但我偷懒 ，MM 的那个尺寸，然后 UTF 8的编码，然后确定。你要填自己三个字，为什么没有很多的点？有啊，当初有点点。有看到吗？好，那现在我们回到这，我把这个扔掉，再一次汇入档案，汇入，然后选填，那它就会是弧度的，有看到吗？好，那弧度完之后，哎，这跟我刚刚这不是应该有颜色，这应该什么吗？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来看要怎么设定它，好不好？要来看怎么设定它。第一个是档案导入哦，确认尺寸，因为我刚刚那边昨天来的时候会有一点尺寸的误差，要先确认一下。你全选完之后是30/30，这个就是长宽，那就尺寸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话要再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好，来，然后接着第二步呢，我们是要来设定切割与扫描了。我们是用颜色来去区分它是用什么工作，所以一开始它这里都是黑色。有看到它全部都是黑色，黑色是什么？就是切割 cut 是切割。那切割它的 速度是多少？它的 power 是多少？就在这里做设定。 power 就是刚刚我这里是不是有写功率然后速度，对，所以待会你在切割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一个参考版本。那基本上我都是用20/30的中间这个切割，因为我不喜欢它断掉，对，然后再不喜欢它直接断在里面啊，那些小豆豆它断在里头，你就得一个一个挑出来。那你会跟它半粘着，把它拿出来之后，你在外面再豆豆它，它就掉在垃圾桶里了的概念。OK， 然后我是用一个比较浅的这个雕，因为我想要快一点，对，所以后面待会没看到，待会可以自己过来看，好不好？好来，所以这个是。我要用切割的话，黑色我们都是切割，所以速度是我刚刚的20 ，power 是30，没问题。然后接着我下面的这一排，我是要用雕刻的，所以我就选另外一个颜色，我选蓝色。但是我就不是 cut， 我不是 cut， 我是要去选是 scan 是扫描，对。但我这里是中文啦，叫做一个叫切割，一个叫扫描。OK， 所以我是 scan。那 scan 完之后，一样这里也可以改它的。我刚刚是说我想要让它速度300比较快，然后我的功率用15就可以了。对，基本上我们切木头啊，大部分都是用30以内左右。那切到压克力就要用比较高功率的。那功率越高，对雷切机的那个雷射管的消耗越大。对，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用小小功率做的，那我们就用小小功率做，也比较稳。对，那如果因为是要做那个亚克力的，就可以用亚克力的一个功率来算 ，OK。所以这样它，你看颜色就出来了，有看到吗？然后再过来这一区块也是不一样的，这一区块我是用红色，红色是什么？也是 cut， 但是是切不断的 cut， 还记得
切不断的 cut， 我是用200的速度， 15 的功率，所以我这里就用，等一下，我这里就打200，然后这里打15，然后 max power 也是15， OK， 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就会出现三个颜色，黑色是切断，红色是切不断，然后蓝色是雕的概念。OK， 全部都 OK 了之后，我们按下 download， 然后它就会那个，哦，对不起， download 它就会传过去。但在 download 之前啊，有一件事情在这里，这个有一个蓝色可爱小萤幕，就是预览。我要预览什么呢？它会给你看这个，它现在这个洞就是雷切机的那个头，它就在预览给你看，它会用。那最主要预览是要给你看这个 total time。哦，我你看我这个只要15秒钟我就可以做完，所以你看它这里就是在这样狂扫描的概念，所以大概我预览的目标就是看这个 total time， 大概要15秒钟。那15秒钟切完之后，我说要再等30秒左右，让它的气给它消耗掉， OK， 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时间。那有了这个时间，有时候啊，因为在做切割的时候，尤其是在做 这类型东西切割的时候，我会把它摆得很紧，我切一条线就是两边的线，对，可是我在画的时候其实是画两条线，可是我在切的时候，这条线不要给它切两次，第一个很笨，浪费时间。如果有100条线，你就多切了100条。那第二个是你多切一次，那个厚度会增加，所以你卡损的准度就会有误差。对，那个误差就要看你要多细啊，像那种小朋友的，他们那个误差就很大，那多一点误差其实没差，可是有些是可以做到很精细的，那个误差会影响很大。OK， 所以这个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我们把它全选起来之后，我可以把叉叉 delete overlap， 就是说我要把重叠在一起的线都删掉，然后我们就按 OK。但是它就说，哦，你看我这里有重叠七条线，只有七条啦，七条可能影响不大，而且我才三公分。然后最后我就可以按 download。那我现在不按 download 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连线。对，所以我们就不按 download， 所以在这里扫描完之后，我们就按了 download 就可以了。OK，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那边做一个教学。那我们会慢慢教，我到时候再教，好不好？那在这里呢，我要先说，因为待会就要把时间都留给你们了。我先说，就是在这里，因为这个板材啦，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它是一个4尺8尺。的大板材，那如果待会有时间，我们也可以到楼上去看它的原型。那个大板材非常大块的一块板子，可能比这个桌子还要大的一块板子，大概800多块。但是你切的这个小不拉几的东西，其实只占它这里大概几十块而已。对，所以其实费用不是很高，以材料费用来说，它不是很高。然后再加上现在科技中心有资源，是很非常乐意可以协助老师精进自己的能力，所以不论你做什么创作呢，都可以直接来使用。但是需要提早来说，因为我们需要备料，对，材料要先备好。那如果你常来用呢，也可以教你如何上面自己来裁板子来使用。对 ，OK， 所以费用的部分呢，我们不会跟各位来收钱。那即使你做自己的一些小作品，其实那都是精进你能力。那如果你是以班级为单位在制作的时候，因为可能是发给孩子们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会以班级的单位来收。那一块板子可能就是800块，我们就会以一块一块板子来做这个收费。对 ，OK。那还有一个是。哦，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预约时间，就是只要我们有人在可以开的时候，然后你也在，你可以，因为你在那边切，不知道你要等多少时间，要看你的作品来定的话都可以，那你就要全程在就好了。那因为目前来说，我们会使用雷切机的只有俊明老师跟少数的几位老师，所以我们都私下做一个沟通就可以协调到了。对，那如果各位现在越学越厉害了，越来越多人来了以后，我就会有一个完美的机制，但是现在没有。对，所以我们就口头说一说就好了，好不好？很期待大家的一些创作，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很希望你们的作品都可以给我拍沙龙照。对，就是每个人的创意是很不一样，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沙龙照把它拍下来，留下一些纪念跟那个我们做一些记录这样子。OK， 好，然后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笔电待会要来教学，然后我们开机的时候要选，哎，有两个开机的账号，一个是 LZMT， 就是我们使用的，那另外一个是给
就是一般研习老师使用的话，我们那个是 Windows 的账号，那个就没有安装软体。那 LZMT 的它的密码就是 LZMT， 跟账号一样而已。对，所以如果下次来使用的话，记得这件事。然后我们待会要来做一个教学 ，OK？ 好，先到这里为止。请问大家到这里为止有没有问题？这个叫做笔电借用表，以后你要在这里填写你要笔电姓名跟号码，这上面会有写笔电的号码。对，那笔电那写好之后还的时候再帮我写上日期，写好之后呢就放在最右边的这个角落，这里，这里是我们摆放笔电区。哦哦哦，你说你要借笔电，对对对，自己借笔电就是这边自助型的，然后要自己收好还好 ，OK。好，打开电脑之后呢，然后你来，对不起哦 ，RD Works 这个，跟你讲这个，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先开网页，请登入把档案下载下来。然后 gg.gg/lzmtsharE， 然后我们的雷切上传区，请下载档案。这是这个吗？对，按右键。按右键，然后下载。对，然后已经下载好了。然后我们去 RDWork File Import。哎，这样太快了，我可能搞不清楚。学完，然后太轻。好，然后你要设定颜色。这一开始大家都黑色，黑色的切割是，哎，你是不是二十三十？哎，对对对，我去拿板子。这边二十三十，你帮我设定一下。这里二十三十。速度二十，然后这个功率两个三十。OK。然后再来。然后接着我们要下面的是蓝色。你把下面的选起来，对，色蓝色，蓝色，好，蓝色是 scan， 对，然后我们是看你要哪一个等级，你要哪一个？215对不对？好，那你就215。好，那你就用115，那你就这里，在这里摆，对，然后这里15。哦，你上下都一样就对了。嗯，好，然后接着这里要选红色。嗯，对，然后是这里红色，然后是快切，对不对？快切，对，你看这里是 cut 是对的 ，scan 就是扫描、cut 是对的。然后这里就是你要，哦，所以快切跟切割都是一样的，都是 cut， 只是数字不一样而已。哦，对，然后你要脱掉的。破不掉啊，因为太快了。对，你要哪一个？这个。好，那就50/30。所以它这个是用越式快切这样，它没有，它不是用，它其实还是切啦。对对对。只是因为我速度给它。没有，它用这种中空式的，对不对？好，可以了。弄好之后，然后我们要到这里来，这里有神秘小抄。步骤一，这边导入了就不用了，我们直接看雷切机区域后方总开关有个白色延长线，要按下圆钮，没错，请过去，那个，请按下去，按，非常好，这个叫关，关起来欸，对，所以再来一次，非常优秀，很好，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有了，好，接着，第二步，请你念出来，上方钥匙往右转，非常优秀，来，我们找钥匙。我们来找钥匙，这里，对，往右转，是，好，第三步，钥匙上方蓝色按钮压下，优秀，很好，它在压下之后啊，机器会开始运转，怎么蠢，很重要哎，OK， 它会开始运转，它会走一走，走一走又会回来，好，接着，打开盖子，放下板材，好，盖子非常重，非常重，好，谢谢，好。我们要放的一个板材，其实放这个好了，这里任何一块都可以，来放下去。放哪里啊？随意放。还可以随意放。对啊。嗯。好吧，对不起，我想要准确利用板材，我要你从这边开始切，待会你切这里，大家每个人就可以轮流。好，这样好，放好之后，来。拿校准块，使用右方升高平台或降低平台校准高低度。校准块是什么？是这个小不拉几的东西。为什么有校准块？要校准。校准啥？是焦距。
就校来给你。看到教具、哦。对，但是它这个位置校准不到教具，我先跟教你这里可以调整。左右调整，对，然后移动到这里之后，这里就去校准一下焦距。不小心刚刚有人帮你校正过了，所以我决定要让你没有校正的感觉，要有校正的感觉。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对，所以请放过去。你们发现没有对到，没有对到，所以这时候是我们能动的是平台哦，不能动这个，所以我们要让平台升高。升高。对，然后眼睛要对准它，再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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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差不多了。等等，就是刚好顶住。对，就这样。刚好顶住吗？对啊，差不多，不要把它压到。好，然后可以拿走。压上就不对了，对不对？对，然后放好。就抽不出来就对了。对对对，不能抽不出来，对。好。然后这里方向键移动雷射头到它的左上角。左上角。对，所以这个方向键。这个嘛。对，上下左右。然后我要你到这里。到这里，好，我知道，但是他为什么？好，停，就到这里，没错，因为那一点点很难操控，所以还有你的万能手哦，可以吗？可以，万能手可以帮你微调哦。好，我还想说，对，好，接着，按下定位。你，我觉得你的本牌如果歪掉怎么办？哎，这是一个很重要，待会我会告诉你，等一下，先按定位。定位，好。好。定位按下之后呢，有一个文件按钮。哎，停，因为我们刚刚还没上传。对。所以走，我们去上传。好，来，这时候就要按下 download 这个按钮了。好，然后你的名字。一样，我的名字吗？可以啊，英文哦。我知道。好 ，OK。等等，他就说你成功了，你好棒棒，按确定。好，来 ，Let's go。文件选刚刚的档案，文件。你知道你老花哦，这个对，就是它。OK， 这个是吗？哎，可是为什么反的、啊？没关系，然后按确定。哦，确定。对，好，可以。文件在哪里？这里。好，然后嘞，这个时候就是刚刚中智问的问题了。我们按一下边框，可以看它有没有歪掉。边框底下。哦。看。好，只要在里面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为了精简使用它的话，的确要把它摆到正，这样了解吗？所以它只有这么小而已的哦。对，它就这么小，所以我来把它用这里好了。Okay. 好，来再一次边框。边框的话，你看有没有在里面？在里面。那我刚刚说过了，这个红光是我打的灯，不是真的它，就是一个稍微。OK， 好，接着。我们要放下盖子，按下启动。盖子很重，好啦。轻轻放。对。Good job。好，启动。好，启动。启动，很好。等一下哦，启动。够啦。底加啦。暂停的上面有启动啦。好，可以了，记得，对哈。这我也没办法，对。对，然后你看这里，它在红灯了，我们就尽量不要看它，不要看它。是这里，就是这里面不要看，这里面不要看。然后当它做完之后，你看它会那个滴滴滴，然后有一个绿灯。哦，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再来数30秒，让它气消掉。所以它绿灯之后，不等于是已经是30秒结束了？没有没有，绿灯是它刚就马上切完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它30秒。没有啦，30秒是一个初估啦，不要闻那么臭啦，你闻到臭就是不好而已啦。对，闻到臭闻到。对。好了啦，时间啦，后面在排队了啦，给你闻一下啦。所以我可以拉起来了吗？可以拉起来了。对啊。拉，很重，好，可以。然后就拉起来。然后拿起来，然后就拿下来。哎，你完成了第一个。来，等等，你要把板材好随意放。停，你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你刚刚怎么开机的？我刚怎么开机的？我先按这一颗。对，现在不用按，你只要关它。我就关它。然后这里一样板轻轻的放下来。我有个问题，现在从头教了吗？还没，现在是它的 ending 还没结束。所以这个要先拿起来吧。那好，这个我们把它拿起来放过去，待会那个人也要再把它拿过来。哎，这样你一直切断，它会不会坏掉？要切换一直开关不会坏掉吗？好，那我们过去看一眼。
你知道你做完之后，我跟他们讲怎么做。你做完之后，你知道你要干嘛吗？我知道的。你确定吗？我确定。好了，下一个中字。